动物人惊动漫高第一名的新店的排骨饭就是这啦，这样子吗？各位孩子们 ，I'm Daddy， 我是老爸。新店第一名的排骨饭啊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安巧哎。对，又被骂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要去吃一间，我看一下我的麦克风有没有开。啊，有开，有开哦。今天我们要吃一间超好吃的排骨饭，这间排骨饭真的不是在盖的。我记得现在老爸拍美食点阅率的最高的是第二名的排骨饭，那一间我们也非常推荐。可是现在我们要去的是第一间，不过这个第一间呢，并不是在新店的市区，它隐身在哪？台北小城，台北小城，它在吉安坑。那这一间呢、啊，其实从一开始的不认识，其实到老爸后来真的太常去吃了，而且吃久了，其实大家已经有点变好朋友了。所以这间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，它就是在我家。Let's go。You would never get out of my head. You would always be my.孩子们，各位，这里就是准备左转桥新路到我家厨房的地方。那这边有个守卫室，就是在这边。这个守卫室其实大家不用紧张，跟他招个手你就进得去了，真的。以前还要换证，现在我已经知道，只要跟他打声招呼就进得去了。那停好车，我放他们先下车。那我个人小小的建议是说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啊。来我家厨房一定要定位，因为他六日的生意非常非常的好。那其实这间蛮特别，是说他的料理是很多元的，他中式也有，西式也有，就是你想到的一些面啊什么通通都有，就是他应可以符合蛮多不同年龄层的需求。那我们就到啦，这间就是我们认为最好吃的排骨饭的地方，它叫做我家厨房。它好多鱼哦。我家厨房有一点啊，让人家很安心的是说，他的厨房就在最外面，你可以从到窗户这里看到里面的人啊，你非常的安心，不会像有些厨房是在后面。我觉得这点是非常棒的，噔噔。What I wanted to be never came to me. I've lost my way to you. I remember the words that you said.好，试试哦，排骨饭。要看到它的排骨多厚吗？有看出来吗？看出来。看出来。我要吃哦。汁很多，上面的胡椒粉只有一点点而已。可是你虽然我们已经放蛮久，已经放了5分钟以上，可是它吃的时候里面都还是非常非常的，你每一口咬下去都非常非常的 juicy。刚好看到排骨有多大块，大概就这么大。配菜啊，不太可能说像这么多。对，然后它的配菜来讲是非常用心的。其实它的价位虽然你不能跟一般的比，可是我觉得真的是算是物超所值。可是这样子是170，你还会有刚刚那个副汤啊、例汤，然后加上这么三样的大份主菜，这就连一个大男生来吃了都会超级无敌饱，分量非常非常的多。因为我想说让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其实很少有这种中式又西式的餐厅，那有时候你难免
一家人会想说有人想吃西式，有人想吃中式，那是不是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？老爸必须说，这个不是，因为很多意大利面它其实都用现成的酱了，可是这个酱绝对不是。它我不晓得他们家番茄酱，可是我有吃到一些那种新鲜番茄的感觉。其实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它肉酱面，不过第一名还是排骨饭，还是要来吃看它，然后绝对不会骗你。好好吃哦，好喝。人家是北线之光啊，你又不是跟人家学什么？我现在已经不是北线了，我现在是新北市啊。对啦，他应该要改成新北市。New Taipei。好啦，你没有说影片怎样？影片已经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老爸的影片，你要订阅老爸的影片。各位孩子们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你们一起走啊。我的水掉了，我的天哪，流光了，真的。